这是高铁的车站，车站的对面有三井 Outlet， 这有很多行的啊。不晓得是为什么要讲答案呢？米斯伊 Outlet 在这个人是真 fashion， 伊餐厅伫遮，今仔来遮当然是要找好料的。哦，这边是咧卖迄个冰淇淋，再咧卖红酒，哦，这红酒球啊，其实设计的很不错的，你看。点心啊，点心，龙港哪一款哦？香港，对，香港 ，from Hong Kong to Taiwan， 点心嘛，有一间银座罗屯食堂，听讲第一间在台南的分店就是这，就查一查，原来我已经吃过它了哦。这有一个甜洞呢，甜洞的套餐，日本种的月光米。虽然这间我已经吃过，但是详细甲看，伊的菜单改成阁改下呢。小姑嘛是真好食，看安尼呢。定时，这是网红哟，大胃王 YouTuber 木下佑香哦，来遮吃过。大胃王呢，就遮多啦。哦，行多啦，很清楚啦。这件衫都清楚，你无看？这个袂赖。嗯，还有你食较少的，一个拉面的。泡芙啊！哇，莲花巧酥泡芙，酸奶耶，安尼这就是咧袂火锅的款啦。这间京都柚子拉面，我曾经来吃过，袂歹吃。这间咧袂开下去的嘛，我嘛曾经来吃过。小小的这做水间，我拢曾经吃过了。横滨牛排，来吃横滨牛排，看看不同的滋味，有吗？它是一个主菜，然后再加自助吧。啊，五月节报了。对，一九跟、嗯、你要叫鲈鱼，叫牛排或是鸡排，然后再加沙拉吧。这沙拉包看起来物件袂少，所以有的人是单独干要食沙拉尔尔。也可以单点沙拉包，也可以单点这个主，就是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就有包含沙拉包。哦，了解。一般些诶，用餐环境看起来拢真清气。那里面的话都会有双人套餐，那旁边会有汉堡排，它是牛猪混合的，如果不吃牛，这个不要点到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牛排的部分都是固定五分熟，所以会附一个铁丝让你能够加热。你想要吃嫩一点的话，可以吃这个沙拉牛排跟菲力牛排，这两个比较嫩一点。那后面也会有意大利面可以做参考。那待会点完餐就可以直接用沙拉饭，周边都会有餐具可以做使用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香煎海鲈鱼排是不是？你是润煎牛排150克，这个是不是？要吃这种润煎牛排。对哈、哦。这美国牛。啊，我那有室外用餐的设备。嗯。我这沙拉吧，嗯。袂歹，还佫有和风酱，啥物酱拢有哈。意式蔬菜汤。意式蔬菜汤看起来不错的样子。蛮浓的。蛮浓的哈。可是我在意大利吃的蔬菜汤，有的很清淡，但是非常好喝。还有集中。不一定都要加番茄，嗯、我可以加这些。嗯，蘑菇汤喝来，冬、嗯、姐，汤，
汤通常是又浓又香又好吃。哎呀，啊，另外还有一个汤是叫什么汤？另外一个是蔬菜咖喱酱。还有一个蔬菜咖喱酱哦。哦，这个是那个会风的呀、啊。哦哦哦，遇过这个沙拉，有啥？蛮介绍的。秋葵啊，生菜呀、啊。生菜。那个小黄瓜啊。小黄瓜。没生菜啊。没生菜。啊？对。谢谢。牛排好香哦。那个是怎么弄？这是铁石，但是如果是哦，你说旁边那个圆圈的？对对对，那个是可以加热的。哦，可以加热用的。对对对。好好好，要盖。哦，这碗水果诶，纪念一下鲈鱼哦。鲈鱼排，对。鲈鱼排看起来不错，都要分我一块了。对。还、啊、要蘸什么？旁边这个酱吗？对啊，大家都可以。哦。哇，这个洋气气球哦。铁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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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淋上去的，这是黑胡椒嘛哈、哦，然后它是要切一小块肉就可以放上去，切一小块肉可以放到那个加热上面来。示范呢，一只牛排切一小块肉，然后呢，嗯，因为它只有温度，它也怕冷掉了。你这是地盘啊嘛吼，放米。烤盘。盘啊吼。是很好切呢。把它给它放上去，继续煎。嗯，保温。赞，跟行切的太大一块了啊。哎呦，贵也安奈奈哈。嗯。明白明白。半价加酒。那你前几嘞？我们以前去那个横滨啊，横滨嘛呢，都是在找那个拉面啊，什么杯面博物馆、拉面博物馆，都没有注意到横滨的那个牛排。哎呀，所以特别来尝试一下。嗯。洋人多，所以才会弄多。对啊，一早期其实还洋人比较多啊，没错。洋牛排这个大一罐。对啊。这150。150。对，你刚刚想，你要不要加一块去试试看？赶快，你差一点去叫那个300克，你就吃不完。哦，好，安尼来，你那一块那一块已经熟了，先给你吃，赶快。你弄那个小块的，刚刚弄的那一块。这块比较小了，我要吃这一块。我吃安吉哦。嗯。没必吃安吉哦。啊，这比米糕好吃呢。我需要。你唔知哦。本来要吃这个鲈鱼，鲈鱼好吃无？是啊，饭袂歹啊，我来切这一片。看起来是烤得很香，很好吃。吃得安怎？嗯，刚好，不会太老，也不会太生。真的是很 juicy 啊，它让我想起一个人伟大的朱熹。朱熹你爸爸，朱熹的英文名字叫做 Juicy， 那孔子的英文名字叫做 Johnny， 啊，韩愈的英文名字叫 Charlie。韩愈是直美啦。啊，这个杜甫才是直美。哦，杜甫才是直美。很 Jimmy。再去个。用这个一碗那个咖喱饭来哦、喔。对，小小的啊，一锅拉崩。你最后干嘛？加豆子。来，我都爱吃家里的咖喱的人的，有、哦，表示横滨呢，你看海港都有咖喱，对不对？嗯。想话买咖喱，横滨的咖喱，好吃吗？那日式的，它不遐，不遐香，不遐重味的。嗯。哎呦，啊，食饱啊，搁再拿水，这种甜点上面的汤汁啊，这饮料呢？点水果啊，这么讲甜点别当会用过呢？这个叫水果甜点那两个字我收回来。其实无糖煎茶，啊，搁白葡萄错饮，面包啊，我真的可以烤面包，香草。
双麒麟，好，往下压。开始要吃这个叫做 desert， 不能讲甜点。今晚咧酸中痛，人家讲伊食甜点咧，要人过。横浜的牛排开始袂歹哦。